我在你的右手边，那你要拿着讲座唱歌吗？还是要不要先交出去？好，谢谢。那你手机要不要也交出去？因为我们得奖是要立刻唱歌的哦。你有准备好了吗？我帮你拿是不是？啊，谢谢地奖先生。好，那你先哈准备一下，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子的歌呢？我今天要唱 Say 啊 Say， 但是我好像要戴耳机，对。然后你刚刚交出去奖杯，但没有交出去手机，忘记了。对。我帮你拿好了，帮你拿。哦，谢谢。我这边有口罩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，对，口罩这边也有。当然呢，其他入围的几组都很厉害，因为今年这个新人，哎，你讯息一直跳呢，要不要回一下？有人在现实中提及了你。天哪，我要哭了。Fiona， 我们看到了你的讯息。恭喜恭喜！大家别这个夜猫的同时呢，也要再次跟一起说一声恭喜，因为今年这个奖呢，就有七组很厉害的，真的的音乐人同时入围，真的很不简单。也要非常谢谢一起跟你入围的这些新人们，真的很棒哦，继续加油。好，那整理好情绪了吗？我好像没有耳机在哪里哦。好，那你找一下耳机哈。那我趁这个时候安慰一下其他的新人，有听不要哭哭哦哈 ，OK 的。浩伟加油，你不是 diamond in the rough， 你现在在发光了齁。还有隔壁是还有青虫在后面啊，哦咦，好听。还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我们天晴下雨都要听你哦齁。然后还有热血生加油，还有 yellow 亡命光头加油。那你准备好了？手机在我这边，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喽。好，谢谢。金曲奖新人奖，怀特，欢迎。身体不停使唤，脑袋一片空白。Same life, boring work, same people. There's any fate that annoys you, fuck them all.拥抱。 Say, say, show me the key.